接班下镜头来到东埔，推动慈松乡的万安村，也专门迎接最有名的演员金尚武，替亚只个翕航空公司广告，变啊一定有名。伊都有好而专讲起亚样片当中的一条台树下翕相哦。不过亚过当年我被乱接垃圾，韩国我被停彩，居民的生活速度过太影响。有位居民如果看了建议讲，脱梯屯这条树的都系好的。吉松乡万安村天顺巷一条看起来无大型的假冬树，因为台名线独立曝光过，变到冬入名，为多久客入场服装，总共在树下翕相。不过因超大通公共产业，实在因为安阳产线差在独产业投入，听到念念历史乱地的乱象，严重影响农民的生活。当地居民建议提出用下强烈的做法来解决问题。袂农民讲啊，无迄种树啊，都来个枝枝条条啊，都袂产生这种代志啊。就如树相关管理规定，农民目前虽是多数的，不过考虑农民的立场来观光发展，基隆乡公所出台将会用行政命令，插过时派管理如何，来准备进行认真的做法。让找个地方让百姓来停车或者干嘛的啊、哦，来做这样子、是。然后也希望说这个百姓。这个游客来我们这边不要乱丢东西嘛。乡公所表示，此人天真风光，系当地嘅重要资产，来分享大家到市上做客。不过美好嘅环境，要靠大家共同维护，争取对为乡亲到游客创造信任。客家市民充准推动摩托。